When everything is white, glimmering silver white, and stillness fills the night, it's Christmas. A winter wonderland, a snowball in each hand. 礼拜六，真心堵哭了。现在呢，这条路是进入到温哥华市中心的 Seymour Street。平常呢应该是刷的就过去了，现在是嘎嘣一下就堵在了这儿。因为今天礼拜六中午的这个时间呢，downtown市中心在做一个 Santa Claus Parade， 就圣诞老人的大游行，要举行90分钟。然后这条路呢是我们要去到的目的地，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家庭今天过来，所以堵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有这么多家庭今天现在这个时间过来呢？因为娜娜报的这个温哥华的一个合唱团啊，今天在前面的奥芬剧院来做一个圣诞的舞台的演出，所以家长们都穿的像我这样啊，稍微的正式一点，是为了待会儿看他们的演出。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儿是把娜娜 drop off 在前面的剧院，他们会提前一个小时准备，然后我们家长们呢大概2点左右会去看他们在舞台上的奥芬剧院的圣诞的演出。你看前面堵成什么样子。Hello 啊，现在我在开车，努力想在 Seymour Street 上找到一个离奥芬剧院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地下停车场。There's joy in the air, family's near, we give thanks for this past year. Oh, nothing compares to the love that.今天你要干嘛去的呢？我们要跟着 choir， 我要那个是我的那个同学。Okay. Oh, what a bliss. A green red delight with glimmering silver. 堵的呀，几乎是水泄不通，所有的车都堵在了这条路上。You dazzle us all from big to small. Warm laughter and white smiles, my presents stacked in piles. Take me away, Christmas Day.说进行九十分钟就进行九十分钟。现在在downtown进行的是12点到1点半的这个圣诞大游行。我们大概前年参加过，然后今天是因为送娜娜过来舞台表演，所以顺道去拍。实际上刚刚买完咖啡去到那边拍的已经是最后2-3组人了，然后时间卡得很严啊，说九十分钟就九十分钟结束，1点半准时结束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等一下，大概两点左右会去到旁边的奥芬剧院，去那边拿票入场，里面会有娜娜参加的这个文化合唱团的圣诞期间的一个演出。这艾莉喝的咖啡，我们给娜娜虽然是在加拿大，但其实报的学习的课程说起来也不算少，周一到周五五天的话，大概有四天会下课之后还有这种学习的课程，周末的话给周六报了两个班，大部分的课程都在我们所居住的列治文这个城市，有一些课程就有一个课程会选择在温哥华，那这边过来会麻烦一点，那这个课程呢我们自己觉得物有所值，就让他报了温哥华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合唱团的班，那现在按他六七岁的年纪，在合唱团会从最初级的班慢慢往上学，合唱团自己组织的活动呢会在圣诞期间、年底期间，在像奥芬剧院啊或文华室内的其他的比较大的剧场啊，去做一些年底的新年的圣诞的合唱的演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进到奥芬剧院里边去看娜娜有参加的年底的这个合唱的活动，大概还有二十多分钟吧。Christmas, when the snow starts to fall, then you know it's Christmas for the children above all. Then you know it's Christmas, 'cause Santa's on his way. We'll stand under the mistletoe, and then it's Christmas Day.The joyful times we witness forever stays with us. So move our fears and reason and gathers all his friends. When Santa and his missus wraps the final gift, you know it's time for Christmas.Reaching everyone. 安排的有序，然后精彩，好看。气氛非常好。我来奥芬好几次了，看过郭德纲，看过其他的一些演出，今天是第一次看自己的孩子进到奥芬里边演出，我觉得那个场景非常的适合做这种音乐类的表演，尤其是这种合唱的。娜娜的第一次登大雅之堂的演出还不错，应该今后每年年底这个时间她都会有这种演出的机会。今天的日期呢也是越来越临近，进入到十二月份嘛，今天的日期呢也是越来越临近圣诞节了，周边的圣诞的气氛也真是挺明显、挺浓烈的，像街头的一些装饰啊，到大家过圣诞的一些氛围，家家户户也把圣诞的灯都点起来了。现在天基本黑了，送娜娜的一个同学先回家，然后我们也差不多结束今天周末的全部的活动。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Stand under the mistletoe, then it's Christmas Day.